大家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呢？我是小雅。在很久之前跟大家相互见面认识过，好久都没有见到过大家啦。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暑假，是今年2016年最新的一个暑假。我觉得暑假呢是一年当中最开心的时候啦。我觉得其实天气热的时候要比天气冷的时候能够玩更多的户外游戏，就可以跟我的弟弟呀，跟我的妹妹呀一块在外面玩。那现在爸爸妈妈呢都出去上班了，现在是晚上，他们都出去加班，我和妹妹两个人在家，然后我可以一个人坐在我们这个书房，很好的开始享受我们这边的一个空间。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还有个特别大的泳池，然后它是一个甜甜圈的一个形状，看起来呢也是超级超级的美味。我们可以在这个游泳池里面躺好多天。然后我们还可以在我们的草地上去做 picnic， 我们去野餐，带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还可以准备各种各样的好玩的玩具，还有可爱的小狗。我们还可以在花园里面去晒太阳，还可以去数小蝴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整天都待在我们院子里面的这个小的帐篷里啦，就是这个帐篷。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可爱的这种小小的帐篷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下期的视频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这个玩具。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